Honor 那一款 laptop Honor Magic Book， 但是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做“唔需要多，最紧要够”？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开箱新的 laptop。它呢是一款台湾的，你们说吧，就绝对可以考虑的一款 laptop， 因为它的价钱只要不是 Acer， 不是 Asus， 不是华为，不是小米，而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加入 laptop 行业的手机 brand。Honor 第一款 laptop Honor Magic Book， 那到底这个 Honor Magic Book 顶不顶？卖点功能是什么？又值不值得买呢？我们看。Magic Book 机身采用了轻薄 laptop 最常见的金属材质 A、C、D 三个面全部都是金属材质，表面是经过磨砂处理，相比起苹果的 MacBook， Magic Book 的金属表面打磨的会更加光滑一点，摸上去基本不会留下指纹，整体的工艺水准在这个价钱上面算是 A 级别了的哦。设计上面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design 啦，主要就是走简约风，机身四边用上了这个弧形过渡的设计，正面呢就有一个不算是很明显的 Honor logo， That's it， 没有多余的纹路设计，就完完全全两个字，简单。Magic Book 机身最厚的地方是 15.8mm， 机身重量是 1.47kg， 跟其他的轻薄型 laptop 一样，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虽然没有办法配备特别多的接口，但是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做“唔需要多，最紧要够”？ Magic Book 整机一共有五个接口，左侧一个 USB-C， 一个 USB 3.0 和一个 HDMI 接口。右侧呢就有一个 USB 2.0 和一个 3.5mm 的耳机加麦克风二合一接口，是不是看起来也觉得很够用了哦？ Magic Book 配备了一块14寸 IPS LCD 屏幕，分辨率是 1080p， 不能 touch screen， 但是它可以 lay flat 到178度，如果你要给朋友看东西的时候，只要你好就可以看到的。但是有一点要讲，就是 Magic Book 这块屏幕是做雾面处理的，也就是俗称的防眩光屏。相比 normal 的镜面屏哦，雾面屏就会牺牲一点点的清晰度，但是优点呢，就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反光问题啦。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从旁边看屏幕，整体的色彩还原表现还不错，甚至从对角线的位置斜斜看过去的时候哦，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偏色偏白问题。至于现在人人都要追的全面屏效果， Magic Book 也做到不错了哦。左右边框只有 5mm， 至于上边框就点点宽啦，就为了挤下这粒 webcam 镜头啦。这个 webcam 呢，不只是 Windows Hello 人脸识别 ，It's not a problem， 因为它配备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指纹识别，就是 fingerprint 加 power button 二合一的方式啦。0.9秒就可以完成解锁登录，快很准。至于键盘方面，手感好不好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啦。Magic Book 这块全尺寸键盘的键程偏短，但是回弹就很清脆，而且还有三种级别的键盘背光调节哦。键盘方面，这两排密密麻麻洞哦，其实就是喇叭，而且还只是 Dolby Atmos 全景声。播一段音乐给你听吧，听歌。方面呢，这个 Magic Book 搭载是 AMD Ryzen R5350U 处理器， 8GB DDR4 RAM 加 512GB PCIe SSD，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是不是？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到底它从关机状态到开机的路需要多少秒？整个过程只需要8秒，就可以完全进到 desktop 了，是8秒哎。至于日常使用，像是打字、看戏、听歌、剪片、修图都很流畅，没有太大的问题。另外呢， Magic Book 也支持这个 Magic Link 一碰传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的手机和电脑无缝连接， tap 一 tap 就可以把手机画面投屏过去电脑，然后直接在电脑上面把文件 drag 来 drag 去，快速传达。但目前呢，只支持 EMUI 10或者是 Magic UI 3.0 系统的手机才可以用到这个功能哦。讲到电池，恐怕就是这台 Magic Book 最厉害的地方了，因为它内置了57.4瓦时的大容量电池，所以我们来测电量吧。首先，我先把 Magic Book 充电到100%，然后播放全高清 video 一个钟。纳尼？剩余电量竟然还有80%！哎呀，你果然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我要继续折磨你。话不多说，我继续让阿强播放4个小时的 video。阿强竟然还没有死，电量还有30%，纳尼？没办法了，我有使出必杀技，还有哈利波特电影2个小时半的哈利波特与魔法师，最后阿强抵不过哈利波特的攻击，在连续7个小时半之后宣布阵亡。今次中谁？看上了电量之后，除了续航的表现很可以之外，阿强的插座也是很可以的哦。这样小个，真的是小小个而已哦，很方便携带，走 Type C 接口，而且还有这个 USB PD 协议。
也就是说，就算出门不带电脑插件也 OK， 你可以用你小小个的手机插件帮 MagicBook 充电。就算你没有带插件，你朋友也有带过啊，连 MacBook 都可以帮它插电嘞。而且这个插件还是65W 的快充头，半小时就可以插上40%，已经可以追上不少这支快充的手机了哦。好了，看完我刚才讲的东西之后呢，四大卖点我总结一下。第一点，57.4瓦是大电池加超级强续航，根本就是一个打不死的阿强。第二点，512GB PCIe SSD 大内存非常准。第三点，2+1指纹解锁，开机登录只要0.5秒。第四点 ，Type-C 充电非常方便，可以用你的手机插着充电，也可以拿过来反充你的手机或者是头的。好了，这时候我就猜到有人会跟我讲，全部东西好像很好，但是外形不是很美，好像又差一点，有一点，是不是？不如这样讲啊，你这个价钱来讲呢，就好像你不是 Canon 这样，你有钱的话你吃奶粉咯，如果你budget真的不够的话，你叫两口子的阿拉卡咯，其实也是一样好吃的嘛，可能就少了马铃薯，少了汽水罢了。我再重复一次，它的价钱呢就是2299。今晚上12:00呢，就会在 Hi Honor、Shopee、Sanheng、3Q 平台上正式开卖，买就是送总值1000多块的赠品，包括 Magic Watch 2手表、蓝牙无线滑鼠，还有一个 Honor Laptop 背包哦。另外哦，女版玫瑰金 Honor Magic Watch 2手表42mm 的也会一起开卖，售价是799块，还有 Honor Sport Pro 耳机赠品哦，想的话快点去买哦。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加 subscribe 哦。下次再见，拜拜。